我没办法一辈子做一件没有创造力的工作。零后林航曾在民生证券实习，在他眼里，一份工作是否具有创造力，是否能给予他足够的参与度，是否让他有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的机会，是他在求职中最看重的。但他觉得这种危机感不是坏事，他关注身边的零后常用什么 APP， 观察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，向新人了解信息。吴俊浩曾经在实习中遇到过人少事多的环境，还曾经被同事甩锅。